看到大家都在积极地打疫苗，这是对生命的尊重，这是幸福的，而且不要花一毛钱。最近有八亿剂疫苗打在国内百姓及海内外同胞身上，多么让人感动。走进专门为境外人士打疫苗的地方，舒适宽敞，所以当针打在我身上的时候，我感动得要掉下眼泪。如果台湾也能够这么的幸福，人人健康，这是多么的好。我希望我能够为台湾出力。